往那边走看看好了。可恶，一定要到后面拿到东西才把它捞到后面就对了。好，算了。哎、欸，不是砍掉、喔？哦，原来是一扇门、啊。点亮它。 That helps, right? 点亮世界。I guess we have to go down and go up. These passages seem too small for giants. 上不去。 Why do you laugh? Oh, you're serious. I'm always serious. 我从来不开玩笑。 Mom always said you never took an interest in history. Giants are just a race, like elves and ultra folk. Doesn't mean they're big. What of the world serpent? Okay, in that case, giant also means big. There's only one. 我也是巨人呐、啊，我某样东西很大，不要想说什么很大，怕你吓到啊！又有两条路了吗？没有，那边只有一条路。哎、欸，不对，这可以搬开。干，又是你，射晕他。 笑嘞，笑嘞，很会笑是不是？废物。 我先回去一下。新的敌人，龙骑兵系统。战神的声音好低沉哦，换配音员了吧？以前的战神的声音跟现在战神声音不一样了，换了配音了。毕竟都已经过了8年之久了吧，对不对？ 应该是8年有8年这么多了吧？哇，新装备，鳞片专注臂套，哦，可以强调冷却时间哦。可是它没有孔哎、欸。其实它是换配音员的，但是如果你要说它是老了，也是可以说得过去啊，就替换一下嘛。对啊，很简单的理由带过，就是因为它老了。 但实际上他是换过配音员了，就这样，呵呵。射好射满，这种骷髅头打一打，会不会说有没有成就？这样突然跳出来啊？这下面又明天啊，为下面这边要点亮呢？宝物。 哦，都是钱而已啊，没多少。武器升级不是可以开孔吗？我不知道哎、欸，那是防具吧？我刚刚说的是防具，不是武器啊。 呀，这哪一类的、啊？怎么会奇怪的声音？哦，这边有一条路可以走。哇，过不去。 看得到，吃不到。
你不是用爬的。嗯？哦，这样点得到哎，我好强啊！先上去再说。厉害哦！我要换我的这个，哎，不能换，战斗中无法换。啊，你老师死了。下去，打爆你的小龟龟。接下来是埃及神吗？不清楚哎。看作者他们，看制作群、制作团队，他们有没有那个预算去做这个吧？是吧？哎呀呀！雅典娜是宙斯那边的，我知道啊，但是该怎么说？我们已经得知到后面会有流亡剑会回归了，所以说照理来讲，雅典娜应该会出现啦，然后应该也会说明是他救了克雷多斯啊，我猜的啦。我靠，要这么多颗，这个是要干嘛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哦，造桥是吧？然后把这扛上去。战神好像巨石强森哦，巨石强森比他还壮，你知道吗？啊，放前面是不是 ？B N R。哦，上面已经告诉你了。好 ，B N R， 那这个应该是 R 吧？对，还是说还有另外一边还有一个要打、啊？我看一下这里啊，我都不知道往哪走啦。那边一个，这边一个，那右边还会有一个，应该就是全部都要往右边走。是这个吗？这个没有 B 耶、欸，那可能会是这个哦。然后这应该会是 N， 哎，这应该是哎 E N R， 这个是 R。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是往这边走，我猜的。听说这代本来要做奎约打埃及神，真的假的？会不会就遇到了一些宗教团体的控诉啊，然后就被拉下来了，会不会？你们不能这样子亵渎神明。嗯，什么东西？Fire！ 我要死了！开个斯巴达。回血时间，
干净多了，还笑一下，垃圾，好有没有？苦爷这样说，垃圾。可以读文字了吧？哦，我还没射。Boy，Boy， 读读。愤怒状态终结机会变吗？ Okay. 貌似不会变。好，新的日记啊。一到三都玩过吗？一到三我都玩过了、啊。大三，我去换一下饮料哦，等我一下。老头回来了，嗨，你好，回来了，欢迎欢迎。哦，挑战中国是不是？我看如果挑战中国，这个游戏片会不会卖中国卖不出去啊？啊，被大陆禁了会不会？有可能。你不知道现在大陆那边土皇帝了吗？这种东西他们还会接受吗？我是不知道啦。刚刚有人说这个地方的左上是不是有一个？拿完之后回去啊，在这里啦！我看到，我看到了。然后这边是 B 嘛，弄一个 B， 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B， 近一点好了，太远了。哎，洗吧！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再来，NR， 再一个 N， 给我一个 N， 给我一个 bit， 有了。哎，啊，都有啦，哦，没有，这是错的。这样行吗？有耶 ，nice。这游戏战神可以再战个十年没问题，可是奎爷老了，我不想要他老，我不想要他老，为什么要老？抱歉。喝太多提神饮料就会这样子啊！干什么东西？喝太多提神饮料了，开始呛呛的了。干杯！五月天吗？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铁链，开铁链的方法，我不知道哎、欸。我好像没过到那里的样子啊，什么开铁链的方法？轻轻走一圈，碎了。Tell me what you see. Tell me what to see. They look like men, not giants. Correct. Do you seeking treasure? See the traps? Oh yeah.Lucky for us, they set them all off. 陷阱全部触发一遍的。Stay dead. 这关后面的、啊，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玩到了吗？好、啊，那我们来解看看吧。The statue, we made it across. 就是这个啊，这个你们有人卡关了是不是？没关系，老头教你，因为我也不会。如果我过了，你就会跟着过了，对吧？哎、欸，猪猪安安到哪里了、哦？我们到了那个黑妈妈的雾气里头了。Can you read it? Yes, sir.
他写什么？哦、oh, ，This is Duroth. 他写说老头很帅。哦。Supposed to watch the entrance to Jotunheim while the giants sleep. Think he's still there? I do not know. 他说老头哦、是一个很帅的实况主，没错。不可意义。他说的很对啊，你们不认同吗？不是不认同啊，老头不累哦，还好哎、欸。可能下一代说什么他老婆怎么认识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下一代怎么跟他老婆认识？我觉得应该是以 DLC 的方式呈现吧。Here, boy. 没错，中肯，所以啦，我就喜欢这一位。北欧神的生命延伸好像是靠老头拿那个水果。是哦，长生不老，我都卷轴了这里，返老还童，我也想要来个返老还童，再年轻一下，有没有？ Why would someone hide a library? 亮晶晶，好了，嗯。这边可以开宝箱了，应该是北欧神明都给老头终结，搞不好这一代玩完北欧神明都没终结吧？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这么快啦。制作组那么快就把这些神明终结了，我觉得就没有续作，都把游戏做死了，你知道吗？就全部都把游戏做死了、啊，对啊，你做死了，那怎么回头？好啦，该走了，没东西了啊、哦。哇塞！我下去。哦，再会。Scary， 哦，这里用一个，哎、欸，啊，这要怎么办？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办法拿到那颗石头、哦，这里没有哎、欸。哎呦，干，吓我一跳。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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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Yeah. 哦，攻击那么高、哦，天啊 ！The peak is still our goal. We find a way up. 对面有宝箱。哦，有果冻。走果冻是对的。亡灵战士能量武器，现在亡灵战士都来一个能量武器了是吧？看来目的地好像是要往上的样子啊。哎、欸，等一下啦！回头，我要捡东西。等等嘛，别急。九九梗。我洗个澡真的耗掉很多看到的时间，看记录档咯，没办法，去了。白金之心，白金之心啊！我不想再当人啦、啊！哦，装备，死狗瘾，死狗瘾。那其实是雷射剑，光剑吗？嗡嗡嗡嗡！星际大战！哇，三小。Think mom knew this of the giant's mountain? No, a request has been more.
八岐大蛇。哎，那边有个东西可以打掉。It's a name, I think. 名字。It means terror. 恐怖。名字。有人的名字叫恐怖吗？是什么人会把东西被取名为恐怖？不知道。Weird. There's a candle all tangled up with string and some sort of animal hide. Some kind of lantern? No wood. 是灯。That is of no use to us. The Bifrost lights our way. 彩虹桥石。Hey, what do you think lit these torches? They don't need light. Eyes open. 啊，这样方便多了，赞。啊，我只想踢一下而已。这边有可以下去的路哦，我的眼睛可是很利的啊！想躲过我的法眼，不可能的事情。开宝箱，北欧的死神，Hello! Stop that! Come on, I was just okay. Hello， 然后战神克雷多斯叫闭嘴，爸爸你怎么这么严肃啦？很难得出来玩呢，气氛都被你搞僵了，爸爸。唔汤啊，爸爸。三之星。哇 ，What is all this? Where are we? A mine.矿坑。This claw reaches the summit. Our goal is near. 哦。Alright, how do we use? 登山时间。里面有红红的东西，又是我没有办法驾驭的东西了。Looks like something's supposed to roll on these. 可恶，我到底哪时候才可以驾驭这种东西呢？目前没办法。到现在还不懂他们的目标，现在的目标撒骨灰啊，就不是他拿着骨灰之后说要到哪里干嘛的，就是要完成他老婆的遗愿啊。一蟹钩子，这个把钩子往下拉是不是？还是往上？I think I see how this works. The claws on one side. 夹娃娃机是不是 ？This unstuck. 啊！你这个屁孩！哦耶！ Oh no! I think the rope stuck under that rock. What do you fuck doing? Yes, sir. 爸，对不起。Sorry, sir. 知道你犯错了。今天晚上。来我的房间找我！哇，快出来了 ！Maybe we can find our way up through there. After you know, getting rid of those things. 溜！溜！太远了，太远了吧？干，被弄到了。反击流，太早按了，干，我会被玩死。
危险！我下！我下！呜、哦！行嘞。来试试看三连打，咚一咚一，哈哈，还弹两下，也好笑、啊。技能多少点是吧？两千多，宝箱开过了。We need to free the rope from under the mess you created up there, boy. Maybe there's a way up there through. 好了，没有东西了，可以进去了。We will see.Yeah， 进来喽！哎、欸，你们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们。Okay, what's good？ 哇，可以做这个、啊、修复曲柄。每次成功出精准抛击时、啊、有高几率发动生命补充，就是。把斧头丢出去，如果有精准抛击的话，可以回血。重柄，这是成功使用筷子手劈砍。哦，回血技我知道。成功以斧头杀死敌人可以回血，大概就还蛮好用的。可是这种类型东西只能装一个，有点小可惜。Say the word, kid.来，我们帮我们这个该死阿特罗斯换一下装备啊！治疗钥匙辅助受伤的时候持有，再找到克雷多斯受伤时，阿特罗斯有时会找到治疗钥匙，然后有时候会多一命的样子。入攻击强化，增加昏迷伤害百分百中空中猛烈快速连射时，最后一次伤害提高，增加这个昏迷好了啦。这个。Nice， 该换了，该换了。鳞片升级可增加一个咒术插槽，并提升数值。嗯，我们现在是装这个嘛，1621。哇，这样力量会扣下来、欸。哦，这个升级就会那个啦。好，这两个是一样的。防具升级的时候就会增加诅咒插槽啦。哦，咒术插槽讲错了，那就升这个啊。他每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啦。像这个也是。算了，提升一下好了。洛基生了很多动物，真的假的？啊，怎么会生哦？终于有了。Was that all there is? Come on in, man. So much for peace and quiet.Good to see you sweating the details. 资源，哇，这个一个500块，还是38个这样子500块？这个只能卖而已嘛？对啊，只能卖而已啊。哎、欸，等一下，这个资源是不是不该卖啊？你们有没有拿过这个东西，然后拿来当成材料再制作的？还是说直接卖掉就好了？他是写一般啦，这货是写一般啦。诅咒粉末还没卖哦，标准畜生，每个动物都弄过一次这样子。继续吧，留着，无所谓。
看到你了，小坏蛋。坏呀！哎。Wow, how big is this place? It is a mountain. Big.太早了，可以叫儿子射看看好了。哈哈哈，算了，自己丢。欸，差一点欸，结束。还有一个半死人的女儿。八角马，芬里尔巨狼，有啦，复活石买了，复活石买了，一半身体是活的，一半是死的尸体。洛基是变态吗？他是变态，一定是个变态，绝对是个变态。有宝箱欸，走这里吧。本来就是，真的假的？北欧神话他真的是变态。哎，好吧，有我变态吗？没有啦，乱讲了，不要理我。恶作剧之神，玩弄人民，我懂，就跟我玩弄克雷多斯一样，不停的蹂躏他，不停的给他抖肩舞，抖肩舞有没有？我们在虐待，然后这边是从这边接过来的，是吗？是这样吗？没错，铁匠在这里，所以说是一样的。这边看过了吧？这边下面是捡宝箱的地方，没有错的。哦，陷阱，陷阱，陷阱，走果冻了。不对啊，这边就明明可以走，我为什么非得要打这个啊？难道是不一样的吗？这也不能下去啊！老头变态程度可以当北妖之神之首了，太高举我，太高举我了！啊！我要死了！哎哎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哦！是哦！哈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怕、啊！老头为什么会只当开地画质重新整理吧？只能这么说了。要撸个两下是不是？滚！哦哦哦！来！原来那个只适合小屁孩走进去啊，好吧，也只能这样了。然后呢，这要干嘛？另类解谜，打这里。下面有一颗石头欸，这个石头是干嘛的、啊？哦，插到头！不准，不准，不准！我终结你！扒开你的心，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你的心脏长什么样子？让我看一下。还你！哎，这边有一只巨人哎，嗨，你好。哎，好可爱哦，这个这家伙，他会攻击我吗？嗯？去哪里啊？哎，会躲哎。这家伙有什么作用啊？这什么东西啊？干，不要躲啊，出来啊！他是不是打不死啊？哦，有了。哦，宝藏。原来是宝藏啊，那种盗宝哥布林好不好？你们有玩过那个《Diablo 3》盗宝哥布林的概念啊？只是他不会像盗宝哥布林狂跑啊，乖乖的给你射这样子。我现在就像在逛街一样，慢慢逛啊，反正一周目慢慢玩没差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二周目就不用。狂收集那些物品之类的。I see that. 那把它打掉就好啦。There. Let's go. Go. 不要只会看，帮忙推。你这个雷。到了，哦，原来这个可以这样子移动来移动去的、哦。那如果我们把它拉到底，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哎、欸，这边有一个这个、欸，哇，捡宝物。老头，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你错过的还蛮多的吧？我们已经开了四个小时，快五个小时了。哎、欸、呀、啊，如果说，哎、欸、不行，铁轨到这边就顶住了，我们还是要从这边上去，然后从另外一边跳过去才有办法。而且我们拉过头了，拉过头了。这样子，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讲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话题啊？这个话题有这么吸引人吗？有这么的吸引人啊？你们对半尸半人好像还蛮感兴趣的哦，怎么回事？这边上不去，主线都玩完了，哪有？搞不好连主线，我搞不好连主线三分之一都不到嘞。感觉要开舵喽，这边一堆敌人，我觉得我要开舵了。哦，宝物原来这样捡的、啊，会了会了会了，从这边打开的。啊死！勇气符号，那是材料的一种吗？那这样子来讲，说这边好像也有一个吧，是不是？哎、欸，不是，这里没有，我看错了。我以为这边也有一个。按错了。
开打。他们自己就动了，动了。啊！波波勒，波卡勒士。How's that? Adequate.双持武器亡灵战士这种擅长使用武器，我们必须做好同时应对多重攻击。难怪我们刚刚被打假了。好，这样好办事。啊，芬里尔的小孩，芬里尔的牙齿可是神器中的神器。这么屌啊！只要是神上神掉落的东西都是神器，那神的大便是不是毁灭宇宙的手榴弹啊？还是说神的那个精虫是瘟疫？哎，不对，是孕育大地生命的神奇能量，对不对？我这样说没错吧？臭气弹，呀！为什么我喜欢的女生不爱我？啊！你们终于知道怎么使用斯巴达之怒了吧？我已经教会你们使用了。你们只要大喊。为什么我喜欢的女生不喜欢我？你的力量就大幅提升，是不是很好用？万用呢？爱情之怒。我有玩三代吗？有啊，我有玩啊。一二三都玩过了，还是少男之怒，多了一个新的，这个吗？哦，这里没来过哎、欸。呀、yeah! ，来到了神秘地带，哎，不对啊，这边来过啦、啊。干，我迷路了，救我！哦，在这里。It's working. 笑死！八七，套时间限制吗？快点哦！推出来了，推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跳过去，棒！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推到底会怎样好了，这边推到底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反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效果，也没有可以构成可以跳到别的地方的路的样子啊。所以说，它这个平台只是为了这边而设计的，没错。我上来了，宝箱。老头，你觉得自己变态吗？我不知道哎、欸。嗯，这种变态应该要是问说是怎样的一个变态，对不对？游戏的变态。还是生活上的变态，还是工作上的变态啊，都不一样。可以召唤雄鹰，感觉很酷。
看一下老鹰啊，快释放你的大雕！哇，你的雕居然是扩散式的，我怕了。扩散雕，踢。老头都不理我，好，我理你，好了。哦，推开石头。像大便一样，我便秘。我靠，我力气真的超大。好扯啊！有没有人缺打石啊？我来应征，一天8000块，谢谢。这种石头我都有办法，啊，这种石头我都有办法解决。交给克雷多斯，啊，你们的这些重物都由我来负责，你的幸福由我来承担。看，我就知道。Oh my god！ 冰属性的。干，这不行。还有其他人啊。死定喽。下去，过脚，洗你，结束。Oh yeah！ 啊，肾上腺素大爆发。什么意思？刀刃之核，重攻击，毁灭性的攻击。看一下，我、哦、学了，林北还不弄一波？哦，可以升级我们的武器了，赞！哇、哦，好烂哦，换回来。哎、欸，为什么不能？冷却的时间不能替换？好吧。了解，补血补血补血，难得打一次就过，没有死掉哎、欸，好难得啊、喔！怎么这么难得啊？因为老头变强了，真的吗？老头讲粗话好好听，好吧。然后呢？我要怎么做？放开。Oh, there it goes again. 到底要怎么做啊？上下左右移动。
哪里啊？冰起来，冰哪里啊？冰这里，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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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明显啊，冰不怎么明显啊。然后呢？跳上去。推车，哦，我们推车在哪里？我们推车停在哪里了？这边，原来这是给他这样拿来夹的哦，了解了。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嘛？原来如此，水哦，哎，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吻合 ，perfect。我们上路喽！呜呼！兴奋兴奋！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哦，一定会什么东西跑出来。我觉得啦，大怒神，大型夹娃娃机。Focus on what is, 关注于当下，提高警觉。跑出轨，然后变恐怖游戏了。我要视角自己转。你到了。Oh yeah. Wait, that one's not broken. 什么东西没有坏？这下面。巨人的住持希望祖先保佑他们，带领他们回家。按 B 回城就可以回家啦。I think I know how it works. Hmm. 啊，原来是热气，原来是天灯啊！我以为是石头做的，你知道吗？要跟着这个走是不是？哎、欸，其实讲真的、欸，讲到天灯，我是很不建议各位啊去放天灯这种东西。我说真的，我真的不太喜欢什么天灯祝福啊什么之类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天灯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做、啊？我真的觉得不必要。那种东西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我觉得它远远已经超出了这个平衡了。也有敌人，哦，那是火焰喷射器啊，就会制造垃圾啊，会制造垃圾啦。我说真的会制造垃圾。你是祝福的话放上去飞嘛，但是到了后面它依然是个垃圾啊。我是说真的。而且也不是你们在清啊。应该是这样讲啦，也不是放天灯的人在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是觉得有人如果要找我去放天灯，我会觉得说不要啦，制造垃圾。不太好。有时候没宵禁会沾染地球，就是你没有清好，它会变污染地球啊。而且天灯在飞的时候，会不会害到空中的鸟儿？这个我也就不知道了。反正这种都很难讲嘛，对不对？都是运气问题啦。当你觉得你不会，然后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哦，在开车的时候，哇，一个天灯飞到你的面前，哦，这不太可能啦，我随便比喻的。对啊，天灯会变天屋啊，所以说我是给你们跟你们说而已啦，希望你们可以理解这种东西，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去进行会比较好一点。哦，比如说就，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比喻欸，反正就不太好就对了。好了，我们现在
往前走吧，没有东西了，避开这个火焰不就好了？ The tunnel way. Got it. Be careful. 走狗洞。More tests. 哇，这么多。Good thing too. Good for me anyway.有过了，火山，就跟火山灰一样。是啊，我放过高中毕旅，结果我们放了30个天灯，100多个垃圾带上去。为什么？你的天灯是史莱姆会一直在增长，是不是？怎么100多个垃圾带是怎么回事？这小米给啊。这个小孩已经反映出我心里所想的话了。喂 ，Come on， 搞我啊！啊！抱歉，吓我一跳。我怕。喂 ，Come on，Come on，boy，Are you sure, boy？Are you sure? Yeah! 有怪吗？假赛！哎，没打到。中奖。Are you sure?战神双刀到哪里去了、哦？在雅典娜那里。嗯，我要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啊。Are you sure？ 好、哦，要拉这个鬼东西，而且还必须趁在转的时候拉，不然你会爽歪歪。火烤克雷多斯，自己买垃圾袋坐上去天灯，做成天灯去放哦，那更不好吧？哦，这把它关掉啊！哎、欸，关了哎、欸，停了，就这样子。棒哦！哦耶！新装备，镀金专注护甲、护肩甲，强调冷却，又多了一个高冷却的装备了。看来我们离这个灵犀滴流已经不远了。你就看到我连放白熊，白熊冲撞。然后就开外挂了。开挂啦！看一下有没有乌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乌鸦哎，没有。空空如也。我觉得应该把这石头推下去，我们就可以上去了啦，是不是？我都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推，我、哦、要按住哦。为什么双刀在雅典娜那边？很简单啊。等一下，先不要推，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拿？我的疑心病可是很重的，好像没有哎、欸，看来真的没有。哎、欸，可以哎、欸，果然有东西哎、欸，果然有。雅典娜，为什么双刀会在雅典娜那边？因为那把武器本来就是雅典娜给他的啊，
是吧？自始至今三代的那一把流亡剑本来就是雅典娜的啊，他赋予他这个武器的神力啊。